跟宝宝一起做的城堡。嗯，用积木做的城堡。然后你说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。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就是如果像有一个坏人站在你，我假装这个是坏人。嗯。然后他就要打开门，然后就跟他们。哇，然后就会把坏人打倒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会有声音，然后城堡的人就会听到。哦，哇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呢，这是你想出来的吗？对，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好棒。